Hello， 環宇信託大廳啦，今日帶大家嚟到咧南聯地鐵站呢度，咁就睇一個樓盤嘅。咁我哋睇樓盤之前咧，咁就先介紹下呢邊周圍先。其實呢個南聯咧兩側咧都做緊舊改嘅。咁首先我哋睇睇右側咧，就係華潤嘅一個收嘅一個舊改片區嚟嘅，成個片區咧都會作為一個舊改啦。咁華潤嘅兩側咧，一邊咧天徑，另一邊咧係萬科里。咁呢兩個咧亦都係成熟嘅商圈嚟㗎，已經係有購物點㗎啦。咁另外呢邊咧就係、是流屋村，咁流屋村嘅一二三期咧就係遠洋新幹線，咁就係我哋今日要睇嘅樓盤啦。咁佢四五期咧就喺後面嘅，係流屋村嘅舊嗰四五期啦。咁佢而家嘅收緊嘅地價咧就係30,000多一方嘅，咁即係預計未來嘅一個開售價格咧係喺6-70,000起步咯。咁我哋而家去睇睇我哋遠洋新幹線先。Hello， 咁我哋嚟到流屋村嘅呢個遠洋廣場，咁就係遠洋新幹線呢個樓盤啦。咁我哋可以睇翻呢度咧，其實已經係有交咗樓噶啦，同埋有已經係有商户已經係做緊，例如我哋內地嘅錢大媽啦，即係你日常嘅買菜呢度可以解決到噶啦。咁其實已經係好成熟嘅一個社區啦，咁已經係入住率其實已經可以叫做入住曬噶啦，已經係喺90%以上咯。咁我哋而家就去睇睇裏邊情況。這是我們現場銷售劉小姐。嗯，大家好。我們介紹一下區位先吧。好的，好，這邊請。那阿天呢？对。我給您介紹一下我們項目整體的一個區位交通情況。我現在所指的這個地方呢，就是我們遠洋新幹線的所在的位置。嗯。我們是位於深圳的核心的主動脈龍岗大道南側。嗯。剛剛您過來有看到我們地鐵3号线对吧？离我們項目只有180米哦，所以您走路過來步行的話，只需要1到2分钟以內就可以到。頭先我哋開場嗰時喺南聯地鐵站嘅，其實佢哋呢度咧就得180米，步行咧2分钟以內就可以到到噶啦。嗯，然後同時我們左邊有一個龍城廣場地鐵站，800米，所以我們是雙地鐵口。嗯嗯，同時我們除了我們3号线之外啊，我們後續還有14号线呐、16号线、21号线、是快速線。那如果是從羅湖就是香港怎麼過來？香港呢，除了我們先行的坐地鐵半小时以內走快速線到之外呢，我們還有一個利好消息。门口有一条东部过境高速啊，到罗湖口岸，我们只需要半个小时以内都可以到。有两种交通方式啦，一种咧就自驾啦，或者系打的啦，咁就有个快线，就半个钟可以直达罗湖。另外一个咧就系坐地铁，南联站咧3号线坐到去东门，即系老街嗰度，转翻1号线，两个站就可以去到罗湖，咁就可以直接过关啦。然后除此之外啦，交通方面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亮点，就是整个的我们龙岗中心城的话呢，我们商业配套非常齐全。嗯，我们项目附近的话有50万方的商业停量。嗯，刚刚有我们的万科广场、龙岗老街、世贸百货，还有我们深圳的第二家山姆会员店，都在我们项目3公里以内。刚刚来地铁口的有我们的天机城啊、海航城、摩尔城啊，都离我们项目只有100多米。嗯，除此之外，我们项目自己本身也有8万方的商业停量。嗯，所以呢，生活购物非常方便。嗯，那除此之外，在医疗方面有3所3甲医院。嗯，也很近的啊，包括龙岗医院呐、中心医院呐、妇幼保健医院呐，也都在附近。嗯，包括我们很有名的深圳的一个大学城，就在我们项目附近，包括香港中文大学、北理莫斯科、暨大昆士兰等等这种顶级学府啊，就在我们项目的附近，所以整个区位价值非常明显啊。我们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，在2016年的时候呢，政府就提出了一个东进策略，投入了将近1.4万亿来打造东部中心。嗯，那我们这个位置地段属于龙岗中心区、东部中心区的龙头位置。嗯，所以整个周边包括我们前后左右的开发商啊，有将近20多个，像中粮啊、和正啊、和昌啊，纷纷过来抢地。嗯啊，所以现在能买我们项目，也正好是一个入手的一个最低价格的时期。嗯，深圳东进呢就投资咗1.4万亿，就打造龙岗呢度嘅。咁佢呢就其中一个龙头位置呢，就其实就身处我哋而家呢个位置啦，因为係一条地铁沿线啦，同埋佢周边嘅一个商业气息亦都好浓厚。三甲医院仔3公里以内，即係都係10多分钟可以去到嘅区域范围啦。包括大学城呢，即係龙岗嘅大学城呢，佢哋呢度呢亦都係3到5公里嘅。咁佢包括香港嘅中文大学啦、北理莫斯科啦，都会喺中文大學大學城嗰個範圍嘅，咁所以咧呢邊除咗商業之外咧，亦都係有學府嘅。其實深圳咧，除咗吸人才之外咧，而家做緊嘅就係自己自產人才，所以大學城係深圳未來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規劃嚟嘅都係。那除此之外的话呢，龙岗很多人都知道，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，绿化覆盖率非常多。嗯，龙岗大大小小公园我们有130多个。嗯，那我们项目周边的话，您可以看得到，我们有5个公园环绕在一起的。嗯，我们最近的八仙岭公园，还有我们的龙园公园、龙潭公园等等，项目总共有5个公园环绕。嗯，所以像您周末可以带着家里人去逛逛公园、爬爬山啊，也是非常舒适的。深圳呢不停发展之外呢，亦都系保护翻一个环保嘅自然啦。咁所以呢，周边呢系130个公园，咁其中5个咧就喺我哋楼盘附近。我们这个区域其实都大概了解了，那我们要不去介绍一下
项目本身吧。刘小姐，那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项目啊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在这里，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一个甲级写字楼，它属于龙岗大道的一个封面，一个标杆性的建筑，整个是有130米的层高。那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是这个甲级写字楼大堂。对，属于10米挑高的大堂。好啊，刚刚我们有介绍到的，我们地铁口在我们的右手边，嗯，左手边是另外一个龙城广场地铁站，所以我们是双地铁口。那目前整个项目占地我们是53万方，而且是开发了9年了，非常成熟，楼下很方便，商业街区都有，包括游泳池、幼儿园啊、花园、篮球场、网球场，我们小区设施都会有。那就是住的是很方便了，钱大妈这些都已经有了。生活配套非常齐全，您进来住的话呢就很方便，而且我们是准现楼，就您现在买的话，这个月本月就可以交楼拿钥匙，可以进来住了。我就可以说是即买即住，因为佢呢度准现楼嚟嘅。咁呢个甲级写字楼咧，我哋而家身处咧就系甲级写字楼咯。咁即系代表，如果你系投资嘅话，呢度未来嘅租户咧就系呢个甲级写字楼嘅最大机会啦，因为收入高。住得近，然后我们现在在售的公寓就是这个像小洋楼一样的这种公寓，它是属于一个低密度的产品，我们总共只有70套，非常稀缺啊。每家每户呢都带阳台、带燃气，像住宅一样的户型，住起来舒适度非常高啊。像我们有39的一房一厅的啊，然后还有56的两室一厅，还有61的两室一厅，总价都是100多万左右。总层高是多少层？总层高我们是这样子，我们总共是7层，然后呢我们的公寓是有只有5层，所以是低密度的产品。然后我们在下面这一块，您可以看得到，我们有一个像情景式街区一样的这种集中型商业。后期我们会招商引进的，有我们的天虹商场啊，然后有一些品牌商家入驻。所以您居住在我们小区的话呢，后期下楼就可以逛街，可以享受一站式的生活配套，非常方便。对，就是日常的一些需要都可以在这里满足足的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样板房？可以啊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样板房。OK， 咁我哋睇示范单位。39方呢个积，大家睇睇，好大喎、哦！唔系呢度唔系成间屋嚟噶，一房一厅，呢度系厅嚟噶咋？呢边有个房，望个房，哇！真系唔止放米八床，2米嘅床都冇问题，呢个 size， 仲装好晒啲电源，即系我哋可以喺间房度睇电视冇问题。我哋睇埋生活阳台咧，居然有。哇，39方有生活阳台，燃气入埋户，正，呢啲真系正。仲有我哋开场习惯睇嘅两样嘢未睇，开放式厨房做好晒嘅，有埋抽油烟机，吊柜，卫生间都系俾齐你，干湿分离。喂，哥哥，够大个。掂啊！呢、這個 size 真係一流一流。呢個39方嘅，31,000，咁如果係按照呢個計嘅話，即係823萬就可以攞到呢間啦，應該係八三萬到啦。呢個你諗佢，但係正，我哋睇大少少嘅，但係仲更驚喜。咁我而家睇緊個大隻少少嘅，呢個係56方，咁係放咗傢俬嘅陳列嘅效果咯。哇！真係一個56方兩房。可以做到咁嘅展身度，其實真係同住宅冇咩分別啊！個 size 嘅我 ，OK， 咁我哋睇埋個廚房，哇！個廚房簡直可以叫做超越咗我對公寓嘅想像，可以叫56方可以做到一個 U 型廚房，而且有生活陽台。呢、這個生活陽台亦都哇大好多啊！呢、這個生活陽台，亦都係燃氣入户咯，洗衣機冇問題咯。甚至我哋如果係仲可以做一個小吧台都得添，咁我哋睇埋兩間房先。我瞓一瞓身啦，嘿，哇！呢張係米半床，可以放多張米半嘅大床。咁呢間房就唔算特別大，但係 OK 嘅，夠用嘅啦已經。咁我睇埋另外一間房。呢度另外一間房，咁佢個。開間其實係同隔離間房差唔多 size 嘅，咁同埋佢而家係做咗一間兒童房啦。咁如果需要嘅話，亦都係可以做多一間大兒房嘅。咁呢個就係56方。咁我哋睇埋另外一個再大少少嘅，我哋做一個61方嘅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61方嘅一個積啦。咁我哋先睇下個廚房先，呢個廚房係一個 U 型廚房，但係就
比較細少少咯。冰箱方面就要放出去出邊啦，廚房亦都係做好曬嘅，隔已經隔好曬，燃氣都入咗户噶啦。我哋睇翻個廳呢度啦，呢個位置其實可以放冰箱啊、飯台啊，跟住呢邊就客廳咯，外面陽台咯。咁我哋而家就嚟到間，依間係次卧細房咯，咁就窗台呢都係一個明房，咁我哋再睇埋呢邊。呢邊係主人房啦，因為相對嚟講個窗會再大啲啦，更加舒適。衛生間啦，亦都係做好曬乾濕分離啦，咁亦都夠我呢個肥仔喺度舒展啦。大湾区咁大，唔知点拣？咁多楼盘，花多眼乱，自住投资边度好啲？有咩陷阱？有咩中伏位？想知多啲，试多啲，可以随时上我哋公司，揾我哋最专业嘅团队倾下噶。我哋喺港九新界、深圳同江门都有分店，可以话总有一间喺左近。仲有记得关注我哋环宇选盘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、Facebook 啦、Website 同埋 WeChat 微信公众号。咁我哋最新嘅市场消息啦、热卖嘅选盘啦，或者啲折扣优惠咧，就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到你啦。仲有千祈唔好错过我哋环宇选盘全港首创嘅360全景上帝之眼，投资前睇真啲，胜算自然高一啲。我哋 GC Global 环宇选盘承诺全程港人服务，一条龙跟进到收楼，总之选择GC包你啱key。